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瓜牛哥，这里是奥特曼传奇英雄。瓜牛哥创了一个工会啊，完成三杠九之后创了一个工会，还了2000钻石。工会的名字叫瓜牛哥工会啊，瓜牛哥工会。这是我的工会信息，看见没？工会编号是7086。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啊，刚创建的嘛，大家可以过来啊，可以过来。我继续来完成一下这些任务啊。这里还可以捐献钱，直接完成捐献成功，直接领取奖励，哼，非常丰富。捐赠20啊，直接捐赠，领取奖励。还有一个什么任务没有完成？看一下啊，这可以不停的捐，不停的得吗？100贡献可以，这是抽奖还是做什么东西？我要再来领取100了啊，100了，哦。达成了多少贡献就可以领这些东西？哇，这些奖励还是挺丰富的啊！我看了一下啊，捐赠可以不停的弄啊，不停的捐，不停的领，重复任务，因为这是，然后挑战5次剧情副本，5次，我的天，你真的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我们去4-1吧，我们打一次啊，4-1不知道厉不厉害啊？这里是戴拿奥特曼啊，戴拿奥特曼。直接获得蓝色武器，可以。这又是一种全新的地图啊，全新地图。哇，这个技能这么弱，吐了这么多下都不掉血的这些小怪。哇，他这个技。不适合打小兵啊，我们打小兵还是直接出动我们的贝利亚，贝利亚更快，因为他很直接啊，很直接，看见没，直接挠就是了，还拿这么多废话呀，直接挠，看见没，直接秒杀，看见没，多凶残，多么厉害啊，这个贝利亚啊，不是贝利亚，这个什么无限赛罗和诺亚，太喜欢耍帅了啊！他放个技能要在那里站半天，还是贝利亚直接，喜欢贝利亚啊！呀，贝利亚还可以回血，是我的装备回血功能吗？哇，这些球儿真的硬啊！居然不能秒杀他了！现在的日常剧情任务副本。都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了啊！好的，戴拿奥特曼，走过去挠他！我的天，直接秒掉，非常帅气！看一下，应该是可以获得一个蓝色的装备，加上戴拿碎片。看见没，戴拿碎片直接进阶了啊，OK， 非常 nice。 好的，那么这一期的视频我们就到这里，下期视频我们再见哦，拜拜。